海斯，今天他是在新义商圈的 A11， 然后今天来到的是游戏动漫嘉年华，然后这是 Weekend Live 办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有很多协力厂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可怕了，你在看什么？嘿，你在这？看少假了，你在看什么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所以你看这种东西没有问题吗？我先去厕所一下，我问他可不可以带我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怕你看这种胸部很大的心情会不好。不会啊，我胸部比他大哎。然后你再说一次。我胸部比他大哎。真的假的？厉害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拿开我看一下。不行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看这么优秀，哎，我刚看到封面上面有写剑本。哦，对啊。什么是剑本？就是这一本是可以翻阅、可以看的。嗯。那如果没有写的话，就是不能看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可能要问一下这样子。嗯哼。只要200块。哇！优秀优秀，不愧是老二少女。什么？谁？这一个啊，前几天就跟易先生玩，他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本子，然后第一个人写题目，写完题目之后传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就要能画得出来，画出来之后你再传给下一个人，啊，他就有点像是画画版的超级 B， 然后你第一个人画的跟最后一个人画的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我说，可是上次桌展的时候你就作弊，我不想要跟你玩这个。我作弊？我什么作弊？你就赢你就是作弊哦。那你可以拿这个我帮你拍个照吗？我帮你拍个照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弱智数啊！我应该是支配人类吧？你支配人类？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你？哪有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它这有两种玩法，这是比较简单的玩法，就是比速度的。好，那通常就是建议就是每个人可以翻一本，就是每个人负责翻译。那我连翻一张牌，牌卡出三个部位合体后的完整图，就可以得到该回合的三张卡牌手上卡牌最多的获胜。他打太少见哦，你这样不算，你这样不算。我管你啊！我说，可是上次桌展的时候你就作弊。作弊少女，作弊老少女，好，一二三。哎，拿了这样子的。啊，你刚不就这样？没有，我是放在这边。你屁啊！你刚我连看都没看到。不要吵。我现在不能这样，就一定要翻开哦。你是不是在让我们啊？我没有玩啊，我没有玩。哦，你没有玩的。发牌展。是发牌展，对。一二三。我知道，林家。林家不是这个。这里才谁？我们。啊。林家大打出手，谁都不要想要得分的。一二三。你看他手很可爱。这个。对吧？对对。哎，好贱哦，你还放反的。你真的很贱。你手不要挡啊！你手不要挡。还快赢了，不对，我觉得还差不多。第二，眼睛压住。这是刚刚走到哎。这一张第二张。哎，脚牙齿。你手真的不要挡。我觉得。玩这个游戏你一定要一定要一次到位。没有规定，这上面有没有规定嘛？有没有嘛？看谁摆脱。你是作弊啊！我没有作弊。你每一次都这样子。我没有作弊。人家他有要什么东西在上面吗？有啊，他不是说蓝色要在上面吗？立体的，所以你要搞清楚东西立体的话看起来长什么样子。立体的。哦，他要直的，是不是？少幼稚哦！刚刚是谁把我这个撞倒？我明明就好。好，这样时间就到了。时间就到了。可是裁判他把我这个撞倒。对，裁判吗？好了，我假装一下。好，那现在裁判现在是我赢了，对不对？
不要骗了啊！你很可爱哎，我觉得你蛮适合黑色的，你要不要戴？你说尾巴吗？这个塞屁股我戴过啊，可是没有露给大家看过啊。拜托，我求你，先不要。来，改挑一下。大家赶快结束，赶快结束。哇，好可爱！这个就是老二啊。不要吵。这样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这个感觉就是你会喜欢的东西啊。可烦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它会这样翻，然后你仔细看，它会动，它会眨眼睛。真的，真的会。你可以转一整天，你时间这么多的，难怪。现在就不用工作了。对。而且你有觉得这个上上下下，它可以做成另外一种图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少了一种无辜啊。这好可爱哦，可以放我 Pokemon 的牌。什么牌 ？Pokemon。你是要最近要打比赛的？哦，对啊，下礼拜。打什么比赛？就是他的牌的比赛。嗯，对。所以你现在职业选手对不对？不是。那所以你现在练的怎么样？有几胜，但是我觉得打的不是很好。买这个好不好，老板？为什么？我可以买这个回家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哈，而且你知道，它这个是跟一般枕头大小一样，而且你翻过来看，有没有很优秀？有没有很优秀？你刚笑得开心的跟孩子一样。是你吧？而且你明明就很开心。你刚刚不是说你要 cos 他？我要 cos 后面那个。这一个。对。那我们回家 cos 好不好？你不要在那边。不要在那边误导观众。对。而且他还有长型的版本。你是说全身的吗？对啊，全身的就是你枕头套弄起来之后，你还可以夹着。就是可以把地板夹在身上，而且他还会吐舌头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一面？我喜欢这一面。你喜欢这一面？我还认识一个朋友，真的有穿这一套哎。我家里真的有这个。你也有这一套？那你什么时候穿给我看？哇，你这个角度也太好了。你用这个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对。可以这样录吗？等一下，你的眼神。我的眼神怎么样？太开心了吧。我有吗？看来我是这么多人啊。我刚以为你每一封都有写信在里面。没有，可是你要有买东西的话，都可以有一张那个明信片。这个也太性感了吧！这张我看过啦。对啊。拿旧照出来骗钱啊！没有人直接被骗啊！没有人直接被骗啊！这一首是什么？再说一下，第二场再来这个对决一下。下载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跟你要 LINE 吗？好，可以哈。好，那我先找你。那你还要拿另外一个给我找啊？拿另外一个给你找。你的 LINE 啊？我的 LINE 吗？所以今天有多少人跟你要 LINE？ 很多是不是。那你平常也有在做什么其他的吗？平常是 LINE 的直播主。叫什么？星星。星星。对，星星。所以我在上面找得到你。啊，不用啊，我直接赖找你就好。也是啊，好方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终于逛完了啊。那刚刚那个枕头套你有点想要？有点想要。那买给你当生日礼物啊。那我可以有全身的吗？可以啊。然后可以不要穿衣服的吗？你想要不穿衣服的？好，那就跟人家，你就自己做影片，跟你自己的观众要啦。那个我也想要那个全身。喂。今天这个活动，可能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以直播，因为动漫来讲，好像没有跟直播结合过。好像是没有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会特别去结合一下？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是发现这个是一个新大陆，有搞头。什么？发现这是新大陆？新大陆有搞头。好期待哦！这是什么大陆啊？好啦，这一次逛动漫展，再算动漫什么？动漫节吗？游戏动漫嘉年华。好，这次逛游戏动漫嘉年华就到这边为止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 like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游戏攻略介绍、评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也可以去订阅一下可凡的频道。你在指什么？就是在底下会有连结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在这边会有一个小圈圈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好啦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